六大赛区最终选拔赛一触即发，究竟谁能够入围最终十强，成为晋级北京复赛的幸运儿？如火夏季，炽热的绿茵场，追逐梦想的六十名中国少年，足球梦正在为您讲述。随着教练员敲响场边的铜锣，足球梦上海赛区的最终选拔赛开始了。上海赛区的小球员们被分为蓝黄黑三队进行单循环比赛，教练们将通过三场比赛来观察球员们的竞技状态，这三场比赛的结果将会直接决定谁能够入围最终的十人大名单，闯入北京复赛。炽热的阳光，紧凑的赛程，小球员们顶着高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为自己的命运展开了角逐。我叫朱春龙，今年17岁，蓝队感觉第一场非常好，大家都叫了，很有干劲。然后第二场由于踢第一场体能就是跟不上了，有些人就是意识方面感觉自己踢不动了，踢过一场了，然后第二场就不尽全力了，感觉自己表现还行吧，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进球。我名字叫李吉，现在比较团结吧，都是想赢的，不像对方阵型比较散乱，我们比较阵型比较紧凑一点，传接球都比较以传球为主，因为那个教练说以传球为主，不要以个人能力为主。我姓陈，东城，然后名称是天上那个星星的星，实力两个队整体的实力差距有点大，然后就一直被压着打。有人自认为表现尚可，有人则对未来有了一丝忧虑。不管怎样，决定权掌握在外教的手中。Firstly, can I just say on behalf of the coaches and the staff from Everton, a big thank you to everybody that's worked so hard here today. But we selected 10. For those boys that are successful, congratulations. I'll call the 10 winners out. The first winner.To be selected. Blue number 4. Well done. Well done. Black number 9. Well done. Black number 7. Well done.Yellow number 6. Well done. Blue number 7. Well done. Black number 8. Yellow number 10. Blue number 9. Well done. Yellow number 7.And the final player selected, blue number 2. 被外教念到名字的小球员将成为十名幸运儿中的一个，闯入北京复赛，剩下的人则会被淘汰，告别此次足球梦选拔。因为教练选他们嘛，我他们的各方面嘛，其实比我优秀的话也有，但比我差的话，也肯定有，就是要看教练眼光，教练眼光不同，对吧？他不喜欢你这样踢球风格，你有没有？也没办法。一次挫折并不会磨灭朱春龙的足球梦想，他将继续努力，沿着自己的目标奔跑在绿茵场上。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实现闯荡欧洲的足球梦。与此同时，足球梦成都赛区的最终比赛也在展开，比赛依然是按照分组对抗的形式进行的，小球员们将在不停歇的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潜能，为最终的十强名额而努力战斗。相比起上海的烈日，
成都的天气虽然不见日光，但高湿度状态下的对抗对体能的要求更为严苛。不一会儿，小球员们的球衣就湿透了。最终，十名幸运的小球员通过了外教们的考核，教练们将代表着成都足球历史与传承的黄色球衣递到了小球员们的手中。面对镜头，十名小球员也纷纷秀出了自己的绝活，隐约之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来巨星的风采。 Yellow shirt 7. What's that, Bruce? Black shirt 9. I'm from Chengdu. Black shirt 14.Yellow shirt, 3. I'm from Chengdu 10. Football makes me happy. Blue 7. Black 1.我是成都十强。Black six。黑六。我是成都十强。Black seven。我的足球，我的梦想。Black five。我爱踢足球。最终，经历了沈阳、上海、成都、广州、西安、北京六大赛区的海选，每个赛区各有十名精英小将脱颖而出，冲出了海选的包围圈。小球员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在他们当中，谁能在足球梦里走得更远，决定权掌握在外教的手中。怎样在众多少年中选出最有潜力的那一个？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超级球星？透过中国足球的层层迷雾，想要进一步确认每位选手的资质，或许需要全方位出击，才能确认在他们身上是否真的拥有成为未来球星的一些必备的素质。掌握着决定权的外教果然很有创意，在他们的坚持下，组织者做出了一个让选手们意想不到的决定。原定将在本赛区连续举行的复赛被调整到了一个月之后，同时他们要求每个赛区胜出的选手临时组成六支队伍，届时齐聚北京进行区域对抗，使本应是竞争对手的小球员不得不暂时团结起来。外教们希望以这样的形式来考察球员，毕竟足球是一种集体项目，孤胆英雄在现实的绿茵场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通过初试的小选手都还是些在校的学生，学习和训练任务繁重。复赛赛制的修改看似不合情理，但为了实现足球梦想，大部分足球少年还是立刻投入了积极的备战。对于这些仍在刻苦训练的小选手，哪怕缺乏实力，外教也更愿意给他们机会和发展的空间。足球梦六大赛区的海选结果终于出炉。从近千名小球员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的六十个足球少年，即将踏上梦寐以求的欧洲足球豪门之旅的第二阶段的考验——北京复赛。为了更全面地测试这群小球员，外教们改变了原有的比赛规则，让小球员的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考验？敬请期待。海康人寿。足球梦官方保险合作伙伴。